到了。说干嘛呀？把我车装修成这样，然后一声对不起没有就想颠，切，擦了。怎么着？同志，咱俩讲讲道理啊。不是我要把你车吐成这样，是你开那么快，你让我把你车吐成这样是不是你吐的吧？少废话，擦了。不是你能不能讲点理啊？好，行行行，我看你岁数大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。我之前不给了你3万块钱吗？3万跟够一起8万的车，你给我松开。3万块钱是我开车的钱，不是擦车的钱。擦了。不是老东西，你怎么？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怪我今儿给你翻脸，你赶快把门给我放开。呵，你还跟我翻脸？傻光来的青皮，我见过。我告诉你，哥们儿当年也是东四府爷，打听打听去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儿真不是吓唬你，我数3下，你给我把门给我打开。行，一二三。哎呦我哥，怎么了？跟我子女还？别吱声，别吱声，别吱。我告诉你啊，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老东西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你要有能耐，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，我就我弄死你，信不信？我不放开。对，哎呀，动，放开那就没戏了。不是，哎，飞，这我埋了你。